今天我带来的这个确实跟科技感有关系，哦，而且我觉得应该用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说，出道即巅峰。在今年的这个亮相的舞台上，他们可以说是一炮走红。不如这样，我们通过一个电视短片来看看今天我带的这个团队是有多么的厉害。兄弟姐妹，我们大家一起扭起来，为了新的一年我们齐声来喝彩，千家万户张灯结彩，统统扭起来，宝儿们年年发财，乐开花。扭起来扭起来，踏着幸福的节拍，家家户户串串圆圆好运来。扭起来，我扭起来，大家扭起来，咱们扭起来。哇，我明白了，月亮姐姐，你把刘德华给找来了是吗？鉴于你的智商，我不准备跟你聊天了。就是跟刘德华、关晓彤、王一博在今年春晚上亮相的这群可爱的机器人啊，机器牛奔奔，对呀对呀，小奔奔。而且今天呢，我把他们这个幕后的团队给大家请来了。哇，那太棒，是不是更厉害？他们是一群90后甚至是95后的男孩子啊。那哎呀，奔奔已经在台上做准备了，接下来咱们有请奔奔闪亮登场。哎呀，可爱，快来快来快来，好事情啊，快来给杨帆哥哥打个招呼。对，什么意思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是不是超级可爱？哎，给观众朋友、评委老师鞠个躬吧，好不好？快去。祝评委老师们五一劳动节快乐！哎，操纵他们的这个幕后的科技团队特别了不起。他们的理念呢，就是希望科技改变生活。他们希望像这样的机器人，能够今后像手机、像电脑一样，走入到我们的千家万户，用科技带给大家很多生活的便利。